一点亮十三层正式启动。呜！我们请我们的贵宾大家一起往正前方，让我们的摄影能够留下这历史一刻，璀璨的山城。谢谢我们的贵宾，谢谢您。我们的点灯仪式结束，也请各位能够从两旁的楼梯这里回到座位上。欣赏稍后的导聆演出，谢谢你们，欢迎您回座。在黑暗中，呼吸的通道变得柔顺而缓慢，蕴藏在遗址中的生机随着大地的呼吸与心跳悄然而生。阴阳海的潮起与潮落，水晶酒的风动与风起，今晚在中秋夜里，琥珀色的光芒将唤醒水暖洞的黄金岁月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隽永之光就此展开。十三层点亮之后，光的轨迹化亮了这庞大的古老建筑，而台湾这座大岛屿也将因为身上的光连接了土地古迹。这一份光明希望守护台湾岛屿，给予台湾祝福与希望。接下来要让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来自台湾山林的山中传奇、幽人神鼓，以及在地居民联动国小布衣鼓队、金瓜石社区击鼓班，他们献给金瓜石和水南洞历史的精彩演出。过去幽人神鼓是以充满张力的鼓声，展现力量的舞姿，在世界演出上千场，踏遍了五大洲31个国家，获得了世界的好评。而今晚即将登场的，透过中秋夜的鼓声，还有中秋夜的演唱，要向开垦的祖先献上礼赞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掌声欢迎幽人神鼓光明海岛。欢迎来到玲玲去游玩。随着大地
票。今天是来庆祝中秋节的。今晚在中秋夜里，好，开始。五色的光芒，开始点灯了。橘色的都是点灯的地方。各位贵宾，还有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。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郭雅慧，非常开心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夜晚，我们大家齐聚在这里，一块来参加点亮十三层点灯仪式。我相信很多人过去在经过金瓜石九份的时候，肯定跟我有一样的好奇，这座台湾版的天空之城为什么会这么的神秘。其他过往的名字呢，是叫做水南洞雪面场遗址，原本它见证了金瓜石的采矿风华，那么因为是依照山势层层叠叠的建立，这个建筑因此在当地被叫做十三层。在1980年代，由于矿产的没落，所以只由台电来接管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点亮十三层。我们也请贵宾们陆续的就座。西的土纳变得稍后，我们的点灯仪式即将正式的展开。蕴藏在遗址中的生机，随着大地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们可以陆续的下台。阴阳海的潮起与潮落，水晶酒的风动与风起，今晚在中秋夜里，琥珀色的光芒将唤醒水南洞的黄金岁月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隽永之光就此展开。